美少女战士，美少女战士，咪咪对咪咪，二三出来，宝贝来喽，来 seven， 好，兔舌头，几岁？八岁，啊，你才十八岁，各位，这一套咪咪，哎呦，还演还演的。冲着你来的，他名字就叫咪咪一一二零二三，来一起来看看哈，他的剪影。剪影。哎呦，这是站哪一面啊？头发放到一边的了哈。他是外拍电影马斗。哎呦，完了，外拍各位，外拍第一个身材一定不错，第二个他还电眼，哇，这厉害！来，直接来看一下，咱们直接看他的 IG， 43万人追踪。美少女战士，美少女战士，把我惩罚你，惩罚我，他练情哎，你莫在对面，你们有出息一点好不好？你这些男生，哎呦，是找奶妈还是在找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拍 model， 是啊，很多大尺度的照片，这个啥不能骗哦。好不好？我们都有做记录下来，有追踪的现场的男生，有追踪的，请举牌，来举手，凭良心啊，有追踪 ，Michael， 太过分了，你们真的是 Paul， 都有啦，只有怀中没追，为什么？我没发现，我等下介绍给你，是，我等下推给你，怀中，你是因为今天才知道的，我没有看到，他回去都不追了，后面真的会吓到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干脆脱光？嚯，这一张真的厉害，找到了，这一张是我最。走光图，美女走光图，走光图，走光图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影片，动态，有在动喽，在动哟。阿内赛吧，阿内赛。其实要看动态才知道这个人真的漂亮。对，动态就没有办法修了。现在连 A P P 那种动态都可以修。对呀，尤其是有鼻子、有耳朵的那种。可以修，好，我们就以这一张为标准。好，来，这张是不是照片呢？来喽，人要来喽。咪咪对咪咪，二三出来。你是零到五 guilty 哦，你怎么会那么小只？奶奶，你在照片里面对不对？是 mini me 哎，可爱很小只哎，比我还小，怎么会这样？很 mini 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儿，小名是咪咪。咪咪啊，你都模特儿，那你是 mini pin 的啊？迷你小芝麻，小芝麻，你尺度很高哎，对呀，太宽了，露光吗？蛮喜欢展现自己的，家人不会怎么样吗？我刚开始瞒着我妈偷偷拍，然后就偷偷放到社群网站上，然后我妈社群网站，社群没有没有，我都还蛮注意我的安全。个人的吗？他一对一，个人团拍都有，真的。个人的你也接不起，很危险。什么人陪你啊？危险。什么地点？都什么地点？个人。通常都是约在摄影棚，那摄影棚都会有棚主在。哦，这个你也选？没有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本人喜欢小芝麻。小芝麻，现在流行，因为我才会选咪咪啊。因为我说实话，叫咪咪的都是小芝麻，哦，都是160以下，对，都160以下，真的啊。然后都选择叫咪咪的，就不会叫错名字。叫咪咪，没有，有些朋友说咪咪咪咪，没有啦，都是咪咪。那你遇到那咪咪怪粉丝，怪怪的粉丝啊，很多，还是现场就最多。你的这照片，这个让人家这个不由得遐想，引人遐思的。因为我 IG。追踪数蛮高，所以就是会有粉丝私讯我说，就是
就是他们想要我拍过照片的那个原味的内衣裤，就是要叫我穿三天不洗再卖给他。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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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的价钱，价钱好，你给他妈妈价钱好吗？你给他大概开10万，十万，哇塞，一条吗？一条那比外拍好赚啊，对啊，一条还是卖了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吗？哎呦，那如果12呢？也不是，这个里面买家了。哎，对啊。然后竟然说有粉丝说要你踢他，怎么样？踢他的举举叫他怎么样？因为就是也有更夸张的是，粉丝私讯我说，也是就是要我去踢他那边。哎呦，这种要求我一辈子没见过，被踢这什么要求？踢什么要踢？有很多也要打他什么，就是现在就是哎，到底在这种要小心哦，这种 OK 来到现在，要不然要注意一个五连拍好了。哦，来来，八连拍，八连拍，来来，八连拍，哎 ，1, 2, 3, 4, 1, 1。啊 ，Take two， 哎，你过来我这里干嘛 ？Take two。吐舌头，吐舌头。At， 哎呦 ，Finish， Thank you。不要，年纪很轻嘛，对不对？几岁？80。啊！你才18岁。汤啊！汤啊！母汤啊！母汤啊！不要不要，去好好念书。你才18岁，高中而已。懂了，还没有在念书啦。已经毕业了，毕业啊，刚毕业，高中毕业这样，毕业很久了。哦哦，国中毕业很久，毕业对。哦，不行啊，还是要多念一点书啊，多学点知识，嘿，不然人家都对你，哎呦，18岁就好接近，对，干嘛呢？要小心，要保护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要注意一些叔叔了。他刚刚有穿那个水手服啊，是是是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换到这边，会不会变夜间部的？哎，水手服他们穿也厉害。有穿过吗？明明就好几件。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准备要来举牌了，好吧？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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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？该举就举，不要在那里偷偷摸摸。不举，不要在那边假装不举。有没有比人妻来的正？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哎呦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只有5票哎。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对，太小了，年纪太小了。OK， 妹妹，妹妹才18岁，人家说人气有没有看到？都38了，对。我儿子也搞不好跟你差不多同岁数了。好，刚刚好，可以过去跟他们三个握手，然后坐到你的座位，好吧？来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注意安全哦，妹妹注意安全。那样的扯掉，那样的迷你马，他会哎，你站着跟他们坐成一样高呢。对的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啊，坐坐坐，小心裙，小心小心，小心有楼梯啊，小心，哎，长辈。